向导中学小熊队和中加中学银鹰队的友谊赛现在开始。又是只插球，换球。难道他看得出是只插球？我们早就把梧桐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给看穿了，只要他做预备了，我们就知道他要干嘛。不行，他们每次都会在。什么狗屁小熊队啊？狗熊队还差不多吧？不就输了一场比赛吗？你见过一上场就输十分的棒球比赛啊？每一分都是一巴掌，啪啪打脸上。就我们现在小熊队这实力，估计到了联赛也就只有丢人现眼的份儿。我们现在解散得了。是，走啊，都走啊！啊啊啊！明天19:40。